严大师身上，无论他的知见还是他的修行的实践，体现出感应道交的特点。你看慧远大师，他把阿育王的文殊的金像请到东林寺，是自诚祷告，这个文殊菩萨的像是飘然而至东林寺的，所以建立文殊德。啊，慧远大师能够用观念把这个佛陀在印度那个降伏啊，这个毒龙的啊，印在石壁上的那个佛像，能够把它再现出来，淡写出来，就画出来。啊，慧远大师一生一共有三次定中见佛的体验，而且他对于周易的深刻的理解，认为周易的体性本质特点就是谈感应两个字，易以感为体。所以这些宗教的精神和净土的感应的思想，必然对善导大师产生影响。于是我们看善导大师一生的这种行业，也是注重戒律啊，对净土一往情深，专修专弘，而且尤其注重感应一道。净土法门的本质特点可能就体现在感应道交这四个字上。法界的奥秘甚深的哲学义理的讨论，可能感应两个字是最玄妙的学问，也是最实在的宗教体验。这种感应要首先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。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三维空间和一维的时间，成为四维时空联系区。我们就要相信在四维时空之外有一种更高次元的生命，或者有超越时空的那样的一个生命，那样的一个刹土当下就存在。所以净土法门，你首先要相信有西方净土，有阿弥陀佛。但这种相信为什么难信呢？它不是我们四维时空态里面的事情，它不是我们心意识里面的事情，它不是我们逻辑思维所能想清楚的事情。它是从无相的法界升起的无不相的妙境界相。那你要相信这一点，必须对大乘圆教的理念真空妙有、第一义谛妙境界相要有一个信心，你才会在内心有这个相信。好，有这个相信，你才会去跟这个样的一个法界，这样的灵灵不昧的一种力量去互动，去感通。所以这个感应是谈双向的，能感之机是来自我们众生的这一面，属因的那种力量是来自于佛的那一面，佛所因的那种慈悲的愿力，那种极乐的庄严，那种六字洪明的内在的能量场早已成就，就看我们去
怎么去赶？你想不想去赶？你怎么去赶？你只要有感，马上就有因，感因是同事同时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能感和属因它都是在本体上跟我们是同体的一体的东西。这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所以你这个感和因是建立在那个道的基础上，这个道就是谈诸法的空性啊，实相啊，非常超越的一种体性。就在这样的体性当中啊，众生跟佛在那里就相胜互及，它就交融在一起，这就感应道交的原理，然后就产生不可思议的妙用，种种的境界。这已经为什么用不可思议？思是我们的思维，意是我们的语言。那净土法门的这种境界事理因果是超越了我们的思维和语言的，所以就叫不可思议。有时候还会加上大不可思议，所以它大不可思议就令我们有一个困难。我们举心动念都是在可思可议的范围当中，我们的判断事情总是在常识的范围当中，所以对于超常识的非常超越的境界，我们就不容易产生信心。